好，大家好，我叫 Bonnie， 我是 Water， 我是 Ken， 我叫拳仔，我叫 Simon， 我叫 Vincent， 毕业于澳门大学嘅，主修工商管理，而家喺澳门自来水行政部合约采购部做实习生，日常嘅主要工作系帮啲员工快啲资料。系电脑嘅文书工作。我系澳门大学毕业主修会计师，我依家就实习于财务部。日常工作咧，其实可以话系包罗万有嘅，就系去到 finance 帮同事去做一个资产管理方面嘅嘢啦，就系 capex。我就系台北科技大学毕业嘅，主修咧土木工程。咁依家咧就系水表科实习啦。咁主要工作嘅内容咧就系测试水表，同工程师出去安装电子设备嘅。咁我今年系澳门大学嘅 marketing 系毕业嘅。而家 intern 嘅部門就係客户關係科，平時就係負責幫人開通電信帳單嘅。我畢業於廈門大學，主修係經濟學。我依家係供水電焊部嘅實習生。我日常咧會有外勤嘅工作，協助一啲數據方面嘅工作。我係畢業於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，依家悉尼大學。主修科目是電影製作，我現在在企業傳訊部做實習生，負責的工作就是協調和統籌一些活動舉辦和公關工作。澳門是我們公司的信念和文化，注重承擔社會責任和注重員工的發展，因為我都幾想知道究竟澳門入面嘅公共事業係點樣嘅一個運作流程。自來水公司近我屋企，我大學嘅專題係關於水嘅。自來水咧，其實係我生活中係一個好神秘啦、好優秀嘅企業嚟嘅。我覺得咧喺依家呢個時勢之下，喺澳水係一間好穩定嘅公司咯。我係1995年嘅綠珠啦。根據風水命理學上面嘅角度嚟睇啦，水廠咧屬水嘅，水生木係可以滋養到我成長嘅。計劃講唔上變化啦。我入嚟之前咧，其實我係抱住一個好懶散嘅態度。我哋呢個財務部咧就係雖然麻雀雖少啦，但係個功能都好齊全嘅。我覺得最緊要嘅係識到一班朋友仔啦，無論係我哋嘅 intern 啦、同事、主管，咁佢哋都非常之好人。覺得自己會 handle 唔到嘅一開頭，啲同事都會係咁鼓勵我，叫我大膽啲。而家開始上手咗。我哋係供水部嘅同事啦，佢哋個個都係人才，講嘢好有趣嘅。比如講話行山樂咧，冇諗到我作為一個實習生咧，可以一齊參與嘅。我同公司嘅領導層咧同坐一部車，雖然我熟落去各個頭度都好有趣。非常榮幸參加到公司嘅實習計劃啦！我覺得即係揀份最自己專對口嘅工作好啲，即係你寧願揾份人工低少少咧，都要對口。作為職場新鮮人嚟講咧，參加呢一個實習計劃一個同挑戰俾你去做啦，職場規劃有更加好嘅發展，可以得到一定嘅工作經驗，然後去享受。我會建議佢哋過嚟體驗下美好嘅職場生活嘅。職出前程計劃咧係一個很好嘅機會咯，建議參加。方方面面都要用正職嘅標準去要求自己。我引用翻阿 Kina 姐同我哋實習生講過嘅一句説話：學到幾多，賺到幾多，係你自己。